这是2024年的第一场雪，你们那里都下雪了吗？应该有很多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都赶着回家去过年吧。你们在路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为这段时间的话，大部分的地方都在下雪，所以说你们祝你们一路顺风，因为你们家里面还有很多家人们都等着你们回去过团年。然后我今天在放牛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幸福安康，祝你们在新的一年越来越好。阿妹，怎么了？你不是来放牛的吗？你是来祝福大家的呀。放牛还是也给大家祝福一下吧。那么厚的雪，你这牛吃啥呀？有吃的呀，哪里有吃的呀？这个我有办法呀，你肯定不知道呀。走吧，那赶紧去给牛吃点草呗，牛都那么饿了，是不是？哇，那么多雪，你看一下你这，对，你这个，你用刀砍吗？哇，你整天都那么辛苦，是不是？哦，牛就可以吃了，是吧？阿妹，你这是在你的日子里就没有休息的一天的时间啊。你就不干这个就干那个。我觉得没事做在家里面很舒服，对，如果在城市里面那些人的话，现在这时候应该通通都在坐着喝茶吃饭呢，你还在这里干活。应该也不会吧？哪有那么闲的人呢？城市里面就本来就没事做的呀，是不是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好了，你这边就又放牛又放猪。哦，吃了吃了，帅，20年，好吧。这个，我感觉我都现在慢慢的喜欢上这些农村里面了，又真的。你牛吃雪呢？要不咱们打雪仗好不好？